妈妈吃这个，你吃这个。Morning。嗯。爸爸。你怎么会爬在妈妈身上躲啊？啊，你个小坏蛋！小坏蛋。对呀、啊，他很可爱了，现在。为什么要揪着我的头发？爸，嗯。这么坏的脚脚我吃掉了，你为什么要捏我的额头？还要踩着我的头？你只不过是我的儿子。他一点点头，是不是了？要的。自己上来的，坐在我手上玩这个宝可梦，叫什么加乐奥游戏。嗯，好搞笑！刚才胖胖还没给他吃，他就，甜呢，我喜欢吃。还有另外一个班黑手的张旭阳也来搞大一点。他现在真的好皮哦，然后他到了秩序期了，我们在家的时候会一直指挥我们干事情，稍稍有点不满意他就不行了，好可爱的，我跟你讲，就以后也没有这个阶段了，就这个阶段独有的可爱。乐宝分到了一个菠萝油，他的没有油啊，他没有油啊，他只有菠萝包是吧？有萝卜的红色真好啊，他一见到这些就很兴奋。你是招财猫吗？宝宝最开心的小赖皮头，不是啊，哎，车包不了是不是？摇头很难，很好玩。被活抓穿睡衣了，还想逃跑？Love you. 比心。比心。比心。哇，拜拜，拜拜 ，Love you, love you. 开心吗？又到 weekend 啦！这一串彩椒是刚才我们要买奶酪饭，本来还想着买不买。给乐宝吃，结果有这个蛋吗？因为外面卖的比网上贵了，然后胖胖说有这个买，没事，这么暴力啊，小宝宝，轻轻打肩头，肩头，我要帮你捡回来，噔噔，上
有问题的。点啊？点啊？嘿嘿嘿嘿，点啊？上课的哦。咩啊？我今天会上课，同学很小红。爸爸很忙碌，因为人好多，然后他都没时间理我们了，在看东西。哎，他瞪了我一眼。你说什么？阿杰，阿杰，阿布。这个车太帅了，有点不适合你看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小宝宝这么可爱？嗯。爸爸吧。乐表，乐表。你两个丢丢分的。念这个试试。乐吧，乐吧，乐吧，我们去读书了，过来。哦，你一定要我啊！乐吧，他一定要拉住我。我跟你很熟吗，乐吧？乐吧，乐吧。脸不行了。Thank you.